嗨嗨，我是嘉许，欢迎来到我家。今天要再次来做新家开箱了，哇，可以拍好多集哦。这一集呢，主要是因为我的新沙发来了，就是这一组黄色的沙发。那我有想到说，我在挑沙发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哇，挑了好久、哦。我光是要挑电动沙发还是挑一般的沙发，就犹豫了超久。想说今天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挑沙发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啊。那买沙发不外乎就是几个重点嘛，颜色、大小、材质跟机能。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。首先，沙发的颜色当然是要跟着你的装潢风格去走。那我一开始跟设计师在讨论装潢风格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一张蛮有趣的图，它的装潢都是黑白灰的设计，但是呢，它就沙发非常非常的抢眼，它的沙发是像这样子一个亮黄色，其他都是黑白灰的哦，几乎是没有颜色的。但是沙发因为用了一个亮黄色，整个就跳出来了。我看到那张图觉得好漂亮哦，好喜欢。我那个时候就跟设计师讲说，我想要做这样子的风格。那我觉得我的设计师也真的很厉害，他可能比我还清楚我想要什么，因为我大概只能描述说我想要类似这样子的风格，但是要详细去讲说，哎，我哪个地方要用什么颜色，哪个地方要用什么材质，其实我是挑不太出来的。但是我跟设计师稍微聊过之后，他马上就抓出了我喜欢怎么样的类型，怎么样的风格，我抓得非常的准。我也有跟他讲，我对装潢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太过强烈的想法，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在装潢的时候都已经想好说，哎，我这里就要用什么，然后这里就要用什么，然后这里要做什么样的设计，都想得很细很清楚。但是我没有，我其实是都可以的，只要这个东西弄起来，哎，我觉得好看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我有跟设计师讲说，你东西不要给我太多的选项，比如说你可能有五个选项，有十个选项，你帮我筛选到可能二选一，最多三选一就好，其他的你先帮我删掉，不然我真的会挑不出来。那我如果说，哎，这两个我都可以，那就是真的都可以，你随便帮我挑。像我这种类型的客人，可能会让设计师蛮烦恼的。不过我设计师真的很厉害，最后弄出来的风格真的是我喜欢的。那我最后在挑沙发颜色的时候，我有三个选项，一个是南瓜橘，一个就是这个亮黄色，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浅蓝色。最后呢，我就是很简单的方式，我把三个颜色都丢给设计师，你帮我挑。那最后设计师就帮我挑了这个亮黄色，我觉得挑的真的很棒，哎，亮黄色好好看哦。我当时也有很犹豫浅蓝色，因为浅蓝色看起来也很有质感。不过我想最后挑亮黄色应该是挑对的，因为浅蓝色跟我这个灰色的装潢搭配起来，好像会没有办法跳得那么出来，亮黄色会跳得比较出来。所以大家一进来就会直接看到，哇，这个亮黄色的沙发非常的抢眼，我很喜欢。再来就是大小的部分了。其实我一开始有考虑过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有一部日剧叫做《熟男不结婚》，阿部宽演的，他就是一个独居的中年男子嘛。我那个时候也有点想像他家一样，家里的客厅就在正中间摆一张个人椅，这样好像也蛮爽的。不过还是要考虑到有时候可能会有朋友来啦，那摆一张沙发还是会比较方便，而且我的客厅还蛮大的，摆一张大沙发也会比较漂亮，摆一个单人椅好像真的有点空虚。那沙发的尺寸我也是问设计师啊，因为这种东西都还是设计师来抓会比较准，他叫我找大概300到320公分宽度的。我这张沙发最后是在米拉居家买的，我那个时候去看这一张，它是285公分，稍微小了一点啊。然后我的设计师就跟我说，尽量看能不能找到300到320的，这样整体搭配起来才会比较好看。所以我后来就跟米拉居家那边讨论，他们可以用定做的，会稍微再贵一点，但是就可以定做出我想要的尺寸。最后这个尺寸是310，就符合了我想要的尺寸。然后我觉得沙发的摆法也是一门学问哦，随着摆法的不同，你客厅的整个感觉可能也会不一样。那我沙发会这样摆，是我当初在装潢的时候有到我楼下邻居家去参观，他们家那个时候也在装潢，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家的沙发是没有靠窗，后面也没有靠墙的，就是它有留两个走道出来，像这样子，这边都是可以走动的，然后后面这边也可以走。一般在摆沙发的时候好像都会习惯背后要有东西靠啦，可是我到楼下邻居家去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后面留一条走道感觉很不错，哎，虽然说这个走道也不知道要干嘛用啊，可是留个走道就真的让我觉得蛮舒服的，觉得整个客厅就很宽敞啊，很舒适，不会有那种东西都靠在一起有点压迫的感觉。不过说到沙发的摆法呢，其实我是有遇到一点小问题的。我给各位看，你们看哦，从沙发后面往电视的方向看，你会发现这张桌子跟电视柜，哎，怎么好像歪歪的？
我一开始沙发跟茶几来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好像怪怪的，这个没有对起来，看了就觉得不是很舒服。不过实际住过一阵子之后，就觉得还好了啦，因为这也跟我平常生活习惯有关。我通常在沙发上，我都是坐在这个位置，我都会坐在这个角落。那桌子虽然说有点歪歪的，但是也还好，因为我东西就从这边拿就好。我比较不会硬要坐到正中间来，硬要坐到桌子的正中间，就好像歪歪的，会感觉比较明显。但是像我平常坐在这个角落，因为我没有正对着桌子，所以就不会明显感觉到歪歪的。而且在这个角落，我就可以这样子很悠闲的看电视。我不会去坐中间啊，这里可以放脚，比较爽吧。再来说到材质，我这张沙发是皮的，那我上一间房子那个时候的沙发是布的。那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改变呢？其实布的沙发也不错啦，就是清洗起来比较简单。那相较之下，皮的好像比较难保养一点。不过我这次是实际去试坐之后，觉得皮的真的蛮舒服的，尤其是夏天，然后开冷气，那个皮有点冰冰凉凉的感觉，哎呦，睡得会让人上瘾。所以最后就觉得，还是皮的触感我比较喜欢，就选皮的。那也是有人跟我说，嘉许你家不是有养狗吗？你都不怕妈宝来把这个抓坏或咬坏吗？我是觉得，如果妈宝他想要破坏，不管是什么皮的、布的、猫抓布，他全部都弄得坏。他是大型狗嘛，他的破坏力非常的强大，所以是挡不住的。那我就是在妈宝还会乱咬东西的时候，就先限制他不要到客厅这一块来，等到教会他知道沙发是不能咬的东西，我再让他到客厅这边来到处晃。所以材质的部分，我觉得实际去摸摸看最准。我当初也是分不太清楚啊，怎么又有布的猫抓布，然后又有皮的，到底差在哪里？实际去摸过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你喜欢哪一个了。最后来讲机能，沙发的机能最主要的就是分两种嘛，一般的沙发跟电动沙发。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想要买电动沙发的，我去家具店啊，然后看到电动沙发，实际坐过之后，哇，电动沙发好爽哦，坐起来有够舒服的。可是我最后是看到这个沙发的外形，对，我是外形党。这个沙发的外形啊，它这个低背的设计，还有加上它的脚，最重要的就是脚，它的脚设计的非常漂亮。那电动沙发相较之下，它的脚都会比较厚重，通常都是那种贴地式的啦，因为它下面要有一块把你的脚抬上来嘛，这就是电动沙发的功能。可是多了那一块，我就觉得整个沙发看起来好厚重哦，没有那么好看，下面就不会像这样子有空间让扫地机器人可以跑过去。虽然说下面贴地的话，好像也不用打扫，反正看不到嘛，也不用管扫地机器人进不进得去。可是我还是觉得这种沙发比较好看啊，下面有空间，然后低背的设计，哦，超漂亮的，很美。那这种低背的设计，其实电动沙发也有啦。你如果只是单纯想要低背设计的话，你也是可以挑电动沙发。那这种呢，低背的沙发也都是可以掀起来的。现在的沙发很多都是这样子，都是可以这样子做调整，看你的角度怎么样，慢慢拉。但是我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把这个拉起来，我一直都是让它维持低背的状态。那说这样子看电视看久了会累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我看久了，我就会整个的开始软烂，我就会看到最后整个人躺下来变成这样子看。所以这个低背对我来讲没什么差，我不会因为低背就觉得哇看电视看得腰酸背痛，还好。至于还有另外一个机能呢，就是你的沙发是要一字型的还是 L 型的？我觉得要 L 型的。就算你的客厅空间没有那么大，像我上间房子我的客厅也很窄嘛，超级窄的，但是我还是在一般的一字型沙发之外，这边又加了一个脚凳，所以我还是可以这样子看电视。哇，我觉得这样子看电视才过瘾。那说到机能性呢，这组沙发还有一个很酷的功能。我当初挑沙发除了好看之外，我也是想要说我的沙发要稍微有一点特色。那这个沙发呢，就完全符合我的需求，它这边可以拉起来，没有办法拉到很斜啊，就是稍微一个角度，大概这样子。那我平常如果白天去运动啊，然后中午下午回来洗完澡，我可能就会躺在沙发这边睡觉。那我白天是不会开灯啊，因为我这个房子采光很好，白天是不用开灯的。我可能就躺在这边睡觉，然后还可以稍微看一下窗外的风景，哇，好爽哦！这个设计我觉得也蛮不错的，直接让我的沙发变成一张很好躺的床，这样子我下午要睡个午觉就不用跑进去房间里面睡，我在这边睡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那我的新沙发就大概介绍到这边。我这个沙发前面也有讲了，是在米拉居家买的，那这个也不太算是工商啦。我当时去看沙发的时候，有被他们的店员认出来，
然后他们就有给我一点折扣，那也说，就帮他们 po 个文啊，稍微介绍一下就好。可是我后来又觉得，哇，这个沙发真的好多东西可以讲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沙发，所以就想说，直接帮他们升级，来拍一支影片，这样子，他们也可以多获得一点曝光，我也可以多省一点流量，哦，双赢啊，不对啦，是三赢啊。如果你们最近也在挑沙发，看了这支影片，可能也让你们多了一些参考的资讯。那可能会有人想问说，嘉许，你这个沙发多少钱啊？老实说，我忘了，我要再去查一下啦。那我记得他们那个南瓜橘的款式是他们店内主要在特价的商品，那个好像是4万多块还是5万块左右吧，详细金额我不太记得啦。那个就是比我这个尺寸还要再稍微小一点，285公分的，然后没有脚凳，那样子是4万多还是5万块左右，加脚凳的话还要再另外加钱。总之就是，你们想要买的话，再自己去那边问吧，这样比较准。好啦，那这阵子我还是会再拍一些新家开箱的影片，因为我的家还没有完全弄好，已经接近完成了，还剩下一些，然后又有蛮多东西可以介绍的，比如说，窗帘，我的家不能不提到窗帘吧。所以下一支影片可能会再介绍我的窗帘啊，还有智能家居的部分，那个还蛮酷的，就请大家再继续收看啦、啊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